我带这个，对，这是18年前、20年前、啊、各大综艺节目都用的够烂烂的这个东西。我来了，啊，给嘉宾带上这，带上这。哎，要不我再抽一个吧？行，再抽一个吧，再抽一个，行，您来。哎呦！再给师傅换一个，再给我师傅换一个。你这有点欺负人啊！这真是，就别拿出来了。干嘛呢？这是。哎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可以。扣红啊！对，太简单了，这简单是吧？简单。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这个你等一下，我先说，有点文化没有啊？跟我学啊！预备 ，taxi。一二三，走。这是什么？有人说是口红，不错，它是口红。有人说口红是应该这样用，那么你就错了。还有人说口红应该这样用，那么就错上加错。口红怎么用？你来看。对了，欢迎选用德云口红。漂亮。漂亮，好，太棒，太成功了。我得走了，我得上19楼等你们去啊。行，师傅您慢着，你先忙你的啊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玩的太开心了啊。哎呀，你这半天这楼下游戏这么难吗？一个人也不上来。当考官嘛，没有办法，孤独，孤独寂寞冷。Lonely, Mr. Lonely.I have nobody for my own。 凄凉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张，打快板啊你！打着打着打着，打快板啊你！这我的左手不会使筷子。您起来坐会儿，你起来坐会儿，你给我搁着，你坐会儿。你我这算结束吗？替我把你那层守住。他们还没结束呢，就我还得等他们是吗？对对对对。你俩都完事儿了。我这太多了，你吃完吃完吃完。行，周玉良，我认识你了。宝儿，行。这个最后一名，您不算通过，因为这个板啊，我就没听见过。听见我打了，你看。得同时进行，您这不算。第二名是孟哥，我让你坐着吃，你不干嘛趴着吃，对膝盖不好，对胃也不好，通过不了。饼哥呀，这个刚才吃的时候特别快，嗯，而且这个也打板了，哎，也打板了，通过了艰难险阻。好，但是您吃的太丑了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哇，还有反转。吃相太丑了，而且还出声音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是再来一遍吗？然后啊，就是通过不了。哦，这也通过不了。通过不了。然后呢？这也通过不了，是吧？你得罪我们。这都是他们让我干的。这都是他们，这不是，这也是为了让，哎，不是，
为了让大家更有能力嘛，你们多练几遍，我相信大伙都会的，都一定能成功的。不是你们这儿威胁考官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们这样对待考官，你们能通过吗？他现在呀，不是我们也没说什么，主要是他现在呀，他有点不好吃饭了。对。瘦成什么样了都，九良，真是九良，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？哥哥喂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张嘴啊，对，哎，没事，你吃你的，你看这孩子就得这么吃饭。咋的了？周九良，你把 logo 都起掉了。你们那么虐待我 ，logo 都看不下去了。你们还绑手绑脚呢吗？你俩等，你别跑，你别，九良，师傅，你等着我的。我马人去，我师傅，我设计二哥，你在这儿写东西，好，然后我就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就说你在写东西，是在这儿该闯关了，是拍广告，在底下吃完龙虾就可以上这儿闯关来了，对，还吃龙虾呢，楼下有龙虾是吗？十三层有龙虾，粽子、面条，你发誓？你说怎么副总你的？走，咱俩去十三。你先去吧。好。哎，不行，去十三的话，那等于说往下走了。对，你十三过了，还得再回这层来。对，人得往上走，是不是？咱俩这样，走吧走吧。你看，您这是什么？谁不认识郭德纲啊？一个著名的小黑胖子，这咱师傅啊。怎么高了？这个啊，增高鞋垫。这是一个，等会儿啊，增高鞋垫。您想用谁？怎么拍？您先告诉我。那你看是用谁合适啊？用谁都可以，跟您随便说。什么编导？曹阳刚才我，都可以，这都可以用。您用谁？用我还是用谁？我都给您递这腿了。那我用你，用你。好，我用你。对，您用我多好，反正剪啊，可剪15秒得啊。哎，兄弟，咱们长期迫于副总与各个队队长的压力，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几个应该抱团取暖。所以说，既然九良是守关的，就让他尽量把十三楼那些人都卡住，不让他们上来。咱们就刚放上来一个呀，他们那层多，我这层就俩人，我跟月哥就我们俩。还得要亲自试。让他卡住了，咱们赶紧，你在18楼等着，我这边只要一过上楼，咱俩一做任务，拿着钥匙咱就走了。你别看你这刚来的，你这游戏不得套活吗？这个都让平时演出让邵老师历练出来的，我告诉你。成功，我就这个交作业了。OK， 行，够15秒吗？必须够啊！咱们按着先来后到，好不好？好。下面由后到的人先去会场，后到的人先去会场。